非洲。是啊。哦，所以可以叫过来一下。好。总裁，请你过去一下。小时候，你不是说你要超越我吗？如今是怎么到底下工作了？啊，反正你还不是录取我了，那要证明我有那个能力啊！等着吧，总有一天你那个位就是我坐了。要脸要身材，你都没有。要脑子，你还是留个豆腐脑。难怪，我想说，为什么那么容易就被录取了？你等着看，什么豆腐脑？我看你脑子现在海绵宝宝一个洞一个洞。哎，小姐，你摸摸脸太多了吧？哎，你早上有没有洗头？有啊，刚来。啊，难怪你脑子进水啊！你太冷了吧？我的办公室怎么瞬间都变成北极了？你等着看。好啊，我就等着看，看你多能耐，能够让我改观吗？啊，反正一定会很危险的。我还真希望你的活动不久。我知道那么危险嘛，地球毁灭的那一天啊。好啦，你快点回去工作，不然你的同事们都要讨厌你喽。开地潮。哦，这很烦哎，快点在想你。不然我们来场比赛啊。什么比赛？等等你就知道了。